好，么对对对，因为哲伟去忙了，<laughs> 辛苦的哲伟。好，那尔 g 今天要分享的是主语录音专案。好，<是>那我就交给你哦。好，好我们主语录音专案呢、啊，就是已经执行了从十月初呃十月中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那目前呃我,我有我有我有跟摩斯亚申请到预算，所以其实是有一笔预算可以就是指引相关的补助，跟我自己的就是工作的。 的的的薪水的，但是那个钱一直没有到台湾。现在目前目前的进度是我预期应该会到十二月中之后，十二月中左右才会到，所以我们十二月中左右才会开始。那这是第一个是钱的部分。那第二个这个计划的语料的部分，其实刚就是呃新手导览的时候我，我有我我有跟大家讲，就是我我们在跟教育部申请主语课本的语料，所以它是就是呃国教署编的课本，所以。 目前的进度是我们已经已经用维基协会的名义发了公文过去申请这一份语料啊，申请让他们授权我们使用课本内的内容。然后我同步也已经把所有的内容都爬下来，开始在整理那个句子。所以他只要一同同意，我就可以立刻上传上去。但如果他不同意的话，那我们就要想其他办法了，对吧、啊？所以我也希望说呢，就在这边。 征求，如果大家就是手上有一些联络的管道，或者是窗口，或者是就是有内线的话，也可以帮我们好言两句，让他们就是可以打探一下进度，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知道说这个这份资料如果建起来的话啊，它就会是一个就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资料。基本上就是，如果我们这个计划有 run 起来，有成功，到明年三月之后。 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做跟主语有关的任何科技应用，它就一定会用到，而且就是它就是会是台湾的唯一一份，然后又、就是就是任何商业公司或任何研究人都可以自由自己下来使用的东西，这样子。的好，那这是语料的部分。那如果大家有认识，就是国教署或者是元语会或者是其他有在做主语教育的个人的话，我们都很需要这些线。好，那。 第三个是，文原本原原本我有就是公在网上有公开说我们有申请了，我忘记了八个八个语言嘛。那现在我们预计会是直接就是扩张到十六种语言，然后其中八种会做十个小时，剩下的八种会做五个小时，就是会直接会会尽量做到全面涵盖就对了，对吧？那这是语语言的进度是这样子的。那目前我们就是还在跟 Mozilla 的工程师很努力的，就是吵架。 让他们就是赶快帮我们开好网站，这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是这是目前行政方面的的进度。好，那总之就是这个计划目前的进度是这样子。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呃提案提案表上面，我有把 Line 的群组跟 Telegram 的群组的连接放在提案表上面。然后我每个礼拜会更新一到两次的最新进度，在群组上面更新。 然后我也有安排每个礼拜一到两次的线上会议的时间，会直接就是在线上跟大家报告说目前我们的呃处理进度跟时程跟就是反正最新的发展。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加入在群组。然后或者是你有认识谁可能可以帮得上忙的，也可以就直接把联络联络资料丢给他们，让他们直接加入群组。那等到开始录音的时候，我会再就是再公布。 就是用再再再公开告诉就是大家说我们开始录音的行，请大家就是帮忙拉人去录音这样子。好，这是目前我们这专案的进度，希望钱赶快进到台湾，我们才可以赶快就是开始付钱，然后给大家开始动作这样。好，好，谢谢二饼。那我们的成果报告都到这里，还有人想要突然觉得，哎、欸，我刚刚有成果，但我忘了报忘了填了，还有人要填吗？